不答一对二，有原因者，吴光磊、蒋昌田、童卓威，为大家带来这段原著。顺化结合是曲方所做出的拔刀技术，入声走位技术，指的是曲方以右手拔刀，和受方以右手压制，以阻止刀背拔出。现在所展现的是和顺化中一对二的顺抓结合。而这样的技术里面，特别的就是一对多的训练，不只是徒手的，只是一对多的训练，包含均衡，也是非常消融的意味。有练过和其他的人，大家都可以看到，除了曲方身上多一把刀以外呢，其余的动作其实跟徒手的技术，不管是入身摔、四方摔、把手摔，或者是回转摔的动作，都是一模一样的。谢谢您的